这哪招啊？仔仔破冰赵又廷却不去婚礼。哎，最近仔仔没问题吧？是不是迟到了？惭愧棒棒糖，吃了会让人对生前所做的错事非常惭愧，是整人武器中的极品。我比较了解的其实是蓝正龙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也演戏也演了非常久了，那觉得他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哇、哦！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他。仔仔今天和桂纶镁出席 Uniqlo 代言，但大家都想问这个问题：我说跟赵又廷破冰是不是？我没有那个过，然后怎么会那个？结过冰啊？对啦，真的没结过冰啊，真的没结过冰啊。赵又廷可能结了吗？他们说会寄，但我还没收到。他请蛮多人，我个性比较不太适合在太大的场面出现，所以就跟他讲说人不到，但礼会到。到多少就绝对不会比长辈多。不过说到底，你什么时候才要给女友一个交代啦？结婚还是要依照自己个人心里面的想法，你想怎么做的时候再去做。那我目前来讲的话，今天也是还没这个感觉，明天再看看。不会乱来。你说什么？报道。